天带你回去。永远不要离开我。你听住，答应我。宇振哥，小苏姐，咱们晚上一块儿。人呢？电话呢？电话，我刚才出来的太着急了，没带。宇振哥，小苏姐，大哥，你们快一点。走嘞。宇振哥，宇振哥。小苏，啊，小苏，没事吧？头怎么这么烫啊？没事儿。小苏，你撑着点儿，你别睡过去了。这段时间我经常一个人来到这里，看着这片茫茫的大海，还有这片孤零零的礁石，他们无依无靠，特别像我的境遇。我坐在这里，时常就在想，也许很多东西何尝不是上天直接安排好的？我是在那样的一个家庭里，拥有了财富还有地位，所以上天自然就不会给我幸福。我注定会失去我的母亲，注定没有人会爱我，我也学不会去爱别人。现在这些，一切都变得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了。雷雨中，你别这么想。我何尝不想？我要是能一了百了了，我是不是就轻松多了？可我很快就想明白了，一个人活在这世上，最痛苦的不是孤老终死，而是不管你付出多么大的代价，都改变不了现实。我妈已经离开我了，从小到大，我立志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，就为证明给她看。二十多年前，她抛弃我，是多么错误的一个决定。可我后来才发现，我妈早就死了。
我刚才是不是烧的说胡话了？就是胡话我也当真了。脸这么红啊！不是应该已经退烧了吗？不烧了。这么好啊！当然要对你好了。你越是对我好，我心里就越是揪着，越是害怕。那恐怕你得再怕一阵子了。我会一直对你好下去的。小苏，等等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岛上的事情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不，我是想跟你说声谢谢。谢我什么？谢我把你弄感冒了。这两天我真的很开心，谢谢你。那我先上去了。